吞。柯九华给老秦展示他的咏春拳。老秦，你会切茄子吗？会，会啊。怎么个切法？切成条。啊，那就是你比较爱吃那个。哦，那小碎条是吧？对，你切好不好？温柔的何九华，台上台下都感觉到了大华对老秦的宠爱。不知道自己的缺点啊，听都念慈烟。他有一个哥哥，今年啊四岁，他的弟弟呢是他岁数的一半，两岁。那你呢？他哥哥八十的时候，他弟四十。他几岁？他两岁啊，哥哥八十，弟弟多大？78。5000吧，啊，5000吧，你好，5000吧。还想听你吗？大聪明，你叫什么叫？大聪明，人无完人吗？啊，你是认得我认得老秦还是学员时，杨鹤通拜他们到小剧场实习。老秦没带大褂，因为身材和大华差不多，就穿了大华的大褂。二人第二次再见面时，两人就可以聊天一宿。那真要感谢周九良把他们凝聚在一起的。这可能就是德云社的传统，师哥带师弟，这样也会使刚来的小师弟更有归属感。周老师那年过年的时候，正好是来到了，然后我们一块聊天，然后把他也叫上，把我也叫上，我们一块再见的面。我们俩第一面就聊了一宿，是吗？对，彻夜长谈。对，就觉得他真是不爱说话。谁呀？他呀。对，他不爱说。其实咱不是贫，他不是不爱说话，他是不爱睡觉。啊，他是不知道有睡觉这个功能啊。对，嗯，现在我知道了，我每天都想睡觉。那现在想起来了，没给我机会，主要也是。对，他其实是不爱说话。对，他说话确实少。对，所以显得我跟九泰可能贫了一点。老秦和姐姐相差9岁，和大华相差10岁，可看上去两人根本无年龄差。大华给了老秦如兄长般的宠爱。过两天过来看我。相差的比较多一些，他87年的，我97年的，我们俩差了10岁呀。对方的备注是什么？两个人微信昵称大公开。我问他，华儿，我的，亲爱的。因为他自己改，他自己改，还必须制定星标，还必须星标，这都是他自己改的事儿。对，老秦那不是把删除了吗？啊，到现在我还没发现，因为我们住一个房间，不太好发现。两个大男孩开心的享受舞台，他们在尝试新的风格。被瓜子皮谈到的老秦，如何向他的华儿撒娇的？再看看大华如何向老秦求关注的。他们彼此付出了很漫长的岁月，很清澈的真心，很滚烫的热血，很温柔的记忆，从来都不是随随便便的，一切都是值得的。到家里以后，看到金小姐了，见我头一句话：“你要动人了，是不是？”您问呀，你为什么老家不在？你记得第一句话就是这个话，换一个问题。因为啊，大伙可能不太了解，我们俩啊，现在不是住一块儿，但是在一个楼，楼上楼下，邻居，不方便。那你要住到你住的方便？后悔啊，我报数，别想着我。
哎，今天我们下午还一块来着，是因为真的在这楼上楼下住着，有时候聊聊天啊，包括钻研一下业务。哎呦呦，业务，他多少也是学生学家吧？他俩没有大的位置。换一个问题吧，没有，因为啊，大伙儿可能不太了解啊，我们俩啊现在是不是住一块儿，但是在一个楼。一个楼，楼上楼下，邻居，就方便。没演出时，就和大华一起来小剧场，在侧台听大华说相声。他今天想着我。今天我们下午还一块来着呢。今天真的在这楼上楼下住着，有时候聊聊天啊，包括钻研一下业务。哎呦呦，钻研业务！他昨晚也中青阳奖了，他们俩都是他的那个位置。没有，没有为什么图一方便？平时调节这个什么？哎，他这人懒，袜子呀、床单啊、被罩啊、内裤啊。哦，是我你还忧什么呀？你还忧什么？皮卡丘的内裤啊？内裤外边垫着怎么办？别印前边儿。我捧哏还是捧哏的工作，你知道吗？显现存骨。屁股上没有啊，行，这都是这个我去给他这个打理，没有蹭热度蹭到，让这个热度本身给蹭热度的洗内裤的吧，是不是？哦，蹭热度这事不急了，他们关心的是内裤。我跟老秦的脾气，当时我们俩就是谈，我们俩从晚上十点谈到了第二天早起十点。好朋友因为意见不合都会有闹矛盾的情况。双方说清楚讲明白，这样的友谊才会地久天长。我们没吵过，但是冷战过。对，急赤白脸的反正啊，也没有为什么，没有真正实质的原因。男人没有那什么，但是我们呢就选择正面刚。对，然后突然有一天，反正就是好长时间这俩人就不说话了，然后大概得有半年吧，半年我俩谁也不跟谁说话，人家还就住楼上楼下，谁也不跟谁说话。突然有一天，我有点发烧了，发烧了以后家里没人。然后就在睡梦当中看到有这么一个老汉站在我面前，然后给我拿了点药，然后我就觉得聊聊吧，正好赶过年那天，都没回家，都在自个儿，反正都是自个儿过年啊，好凄凉。然后就说那一块过吧，然后借点年味儿，借点饺子，借饺浇愁，对，聊开了，然后就聊说话。今天开始，谢谢大华陪老秦一起过26岁生日，他们是彼此的光，哥哥护着弟弟，弟弟陪着哥哥。钱华永远是最棒的，请你们一起走向属于你们的未来。于是后事如何，请听我下回分说。老秦是个内向、话少、没有安全感的大男孩。谢谢大华这个碎嘴子，关心、宠爱、溺爱、容忍这个大男孩。愿你们这对贤华组合越走越远。越来越好，祝福你们。